我信不信有一个外星生命体在我附近呢？答案呢就是我不信的，因为呢我收不到他们给我的信息。如果他会给我信息的话，我有机会会信的，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呢是无奇不有，不过现在我未收到，所以我自己未亲身经历过的东西我就是不会信的。PINKWORK 的粉红猫算不算是其中之一呢？那就是都是不算的因为我又是未见过的嘛，我只是见过一些人这样。